主要是他老成天中间给你安排点就是不太利落的说普通话，然后就给你就是点外国人啥的。对，那我觉得挺有意思，每次都看。那你遇没你遇没遇见过那个耳机里真没声？你觉得王牌里面哪个游戏你觉得最好？就其实都是那些游戏嘛，你来比划，我来猜吧，又这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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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反话吧，正话反说吧，就其实一样的游戏，就每次都换不一样的人玩。他们有一个武器挺难的，就是一大段话，完了看最后能剩下几个字。对，传声筒啊。啊。那个确实是。完了，有一期来一个老艺术家说话非常慢。是那是哪期？忘了，反正来这个老艺术家台词功底很深厚，然后读的声情并茂，把那门马上就关。那个主要是他老成天中间给你安排点就是不太利落的说普通话，然后就点外国人啥的。对，那我觉得挺有意思，每次都看。那你遇没你遇没遇见过那个耳机里真没声？遇见过呀，完表演。不，以前是就是。就刚开始录的时候肯定就是觉得说哎，我要没事的话就也假装他有事儿吧，就是肯定得把这个节目给他录下去，然后现在就是没事要么就是演他就真没事就真听见了，要么就是跟实事求是的告诉大家说这个里边没事得有事儿。那我觉得还是那天那个就是王牌那一次也挺逗的。你那里边有歌吗？有歌吗？有歌。歌道歉道歉了，道歉有用，道歉有用。嗯，那里面有歌吗？有歌，有歌，那好有意思啊。那个我觉得太逗了，当时其实一开始就没反应过来，啊，有歌有歌，就觉得挺对答如流的。后来大家都没反应过来，后来就突然间愣了一秒之后，所有人都说你这里边有歌，有歌，你这还能听得见，你还能这样。嗯，那次也挺逗的。像我们这种是，像我们属于那种就是得联络所有人。就承担一些 MC 工作嘛，那怎么说就是这个节目要一起录十几天，嗯，对，二十多天的，21天就这帮人在一块儿，分四次，分三次录的，一次7天，哎，也很长了，还得就是熟半熟不熟的时候给拉对，然后过段时间就走了，还得接着那7天的情绪继续在后7天。就是每次我出去玩，一开始可能大家吧，比如不太熟的啊，还不提这个节目。两杯下去之后，哎，我问一下啊，你们那个节目里那谁和谁那谁是那回事吗？就是会问，不是，主要是就感觉那怎么弄啊？就像比如说咱大学同学，比如说你有室友最好的，然后稍微就隔壁寝室没那么好的，但出了别的地方一见到他还是亲，就是桃花坞会是这种，这种感受的。好多人都觉得那个节目挺确实，20来个人，那老多机位了，那也是这种机位吗？他有人追着你吗？有，既有这种的，还有人追着，还有人追着的。完了，你没录过那种，就是，就是在镜子后边拍你的，单面镜没录过那个。嗯，有，又有人，又有这个，完了还有狗，还有航拍，就路边大制作，有都是。对啊，但是想干嘛就干嘛，也没主持人。没有。那这一天如果比如说像我这种去那儿就是也不给自个儿找话，也没事儿干，又不像跑男这就是给你任务要完成的这种，对，那就坐那儿就干待一天。哎呀，你就玩就可以，真的不玩就坐在这儿，就是也不说话。对呀，而且他就会剪关晓彤这一天什么也没干，然后就这样，他怎么了，然后会给你配一些花字，他怎么了，然后你就一天就，你可能还会成为一个名场面。但他挺有意思的，他会把你整个都呈现出来。对，你的名场面合集，这毛毛没看过，这毛长长见识，给你看看我作为艺人时候的样子。印象当中爷爷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？爷爷特别好，就是带我去公园玩，要什么给什么。要什么给什么呀？你要过最夸张的？北京女孩说话小时候就这样吗？我吃个李子吧，你们先看。活的兔子当宠物。就爷爷，哎呀，我爷爷比较老实，我爸特能吹，你知道吗？挺活泼，啊，那时候，啊，那时候是活泼的时期吧，活泼的时期，跟吹牛大王似的。而且甚至用人来疯可以形容那个时期的我。我爷爷一只手搓俩小屁股，啪，然后一屁股就摁上去，就一，我就没有这么完整的看过这一段，我现在就觉得特别伤痛。还有，哎呀，你能，我挺享受。就是，
当导演还是得按着剧本。我当导演，我可以改剧本。重挫自己。说还能模仿于谦老师。谦大爷咋模仿？他的精髓是什么？你俩跟他就拍戏，他每天拍戏的时候，我说我见过，就站现场，然后他都这样站在这块上这样。抠嘴。是。他为啥抠嘴啊？嘴干呐、啊，你这起皮有时候。对，这样老这么。是啊。啊，你我跟没有，我当时跟他也待了一个来月。他没有这样过。没有，啊、这他我站就这样，这么站。啊啊。我啊我当时让他坐这儿是。嗨啊，是这样。这老拿着手机这样。有芝麻酱就行。哎。怎么没有芝麻酱、啊？芝麻酱你得怎么的？冰箱吧。冰箱有芝麻酱。没有，这哪有芝麻酱啊？这是那面条吧？这给我准备的。嗯。我哎，我东北也吃。这真挺好吃的。哎，我问你个问题。嗯。就是北京菜。嗯。它除了那些小吃，它就比如说真正特别有代表性的北京菜是啥呀？我老有时候点北京菜，我就感觉。不知道点啥，炸酱面呀，然后扁豆焖面，就是那种菜类的菜系，菜就打卤面，就红烧的那些啊，红烧，然后麻豆腐，椒油丸子，对，麻豆腐吃过吗？吃过，那种差不多。你最擅长做的菜是什么？哎呀，我最擅长做的就是那些炒菜吧。炒啥呀？就是各种什么鸡翅了、鱼了。哎呦，这都能，现在能做鱼呢啊，红烧鱼。红烧鱼大菜呀，然后鱼香肉丝、哦、鱼香肉丝，哎呦你这还真行啊，肉酱，这老些好菜选择了，完了选择了拔丝地瓜，就是那些需要你知道那些东西吧，需要切的太多了，因为一听拔丝地瓜就一道就一个一个物种，表演一下子，我觉得你能行，我觉得但凡就是说有点这个能敢说的就都行，对，就是你至少有厨艺经验吧，我感觉。咱的这些盘盘的都在这儿，盘在那儿呢。哦。那哪个？那就拿个，就一会儿给它盛这里。行。嗨。裹裹淀粉。我们家狗就是在家做饭的时候，所有的动物都会在厨房里边。你家都养啥呀？猫啊，狗啊，就这些。哎呦，这么多的啊！猫也爱参与这事儿吗？猫参与德文。哦，他就很愿意、哦、就我见过的那个，对不对，他就好热闹还是啥，德文很像狗的性格，对，他就愿意听见，而且德文不掉毛，对吧，不咋掉、嗯、之前我就想养过一次，猫啊，你家猫能狗搁一起吗？能搁一起，我也是不太会切东西，你挺会了已经，能叉呀，这有叉的呀，应该有有啊，以前是有，有叉的我都不切了，我真的是不太会切东西，但那两下挺专业，对，不是，它的就是大小不均。来人了，来人了！你喜欢的摄像老师，你喜欢的那种拍摄方式，他来了。我怕这镜头一拍特写你，你紧张。我说实话，我还真挺紧张，因为我平常自己要做这些东西吧，就可慢了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呗。这丝儿就凑合丝儿了啊。行，挺好切的。哎呦我，相当可以。没有大量的油了。有，哎，大量的油呢？这得倒啥馅儿去？这是油吗？是油，菜籽油。来吧，我觉得能有大量的油，按理说。就它吗？那个油？那也就是不行吧？这个够吧？这小桶，这点儿。那怎么说？咱把这红薯给它煎熟。煎应该不行吧？这盆还有菜籽油应该不行，我觉得这俩是一个油，它俩是一个色儿的，那就倒那个吧，是不？看这就差不多煎炸，我倒了啊，你来，油温五成，热的时候下，我先把油倒里，行，炸东西最好就是半锅油，对，但是没办法，你家里想吃炸的，你就得是。就得这个了，反复用完了那油，一般我们就炸一回，炸老多样了，完了就能那个。省着亏，以前的油不都是吃完了之后放一个大缸子里还能再用，对，还能再用，自己家就反复用，我印象中是啊，直到有一天炸了蚕蛹那油是彻底用不了。那好厉害啊，这让大家拔丝失败，你还是多半有天赋。
但真挺紧张的。嗯，他拿个那个筷子，都成那个外面卖的糖人了。底下那也是已经是糖人，可以作画了。你这是不是放少了芝麻酱？有点，看起来。妈，我这面有点多了。我这面有点多了，再来一勺。你给多来点芝麻酱，把它包裹住。嗯嗯嗯，真挺香的芝麻酱。就是把它裹住，嗯，兑点醋，再多来点这个。我咋感觉我这面咋真多了呢？那一块头挺大。嗯呀，没咋掌握好量。你来点这稀的这个，咱俩这个稀，都不咋稀，咱俩我刚才试了，其实稀度差不多。哎呦我，这有点像热干面那劲头子了呢。对，然后再来点醋，再来一勺酱，差不多。不行，我不爱吃醋。哦，那我再来一勺酱吧。那放点豆汁儿吧。嗯，北京肠好好吃啊。松花小肚是不是、那个、蒜肠什么的，对，还有那种肘子啥的。哪家好吃啊？北京就天赋号肘子呀。啥肘子？天赋号的肘子，那个、家就是什么肚啊什么都好吃。我吃那蒸八珍，蒸八珍也好吃。那你妈什么一手店？哈尔滨的那是，一手店也好吃。没人就天赋号是好吃的。一手店主要吃猪蹄儿的，还有什么赵记炒肝。也是在南边，都挺好吃的。包子南边放哪边？放哪边？放南城吧。啊，它同样的一个品牌，它别的，要是朝阳区的店就不一定有那么好吃。我觉得是。卤煮你能吃吗？我吃过。炒肝呢？也吃过，就是说就没吃点好吃的。对，就没吃说，就感觉说这个东西，哇，好好吃，下次还想吃。少。你吃的哪家的炒肝啊？姚记。姚记炒肝挺好吃，在哪儿？鼓楼那边，鼓楼那边，嗯，咱家包子挺好吃。嗯，你现在往南走，就有个赵记炒肝，那个特好吃。他炒肝，他就只卖炒肝啊？炒肝包子主要就是。哦、嗯。然后那包子也好吃，就包子好吃，炒肝好吃。挺专门的那些店。对对对。你休息的时候出去玩吗？玩啊。你玩啥呀？在北京玩啥呀？我老好奇了。对，北京有时候我也不知道玩啥。嗯。你除了叫朋友一块儿喝喝酒、吃吃饭。有啥项目能玩的吗？有啥像？感觉北京没啥玩。City Walk， 在城市里溜达。哎 ，City Walk 也是唯一一个，就是骑行去胡同里边转悠。嗯，找一地儿喝点东西，就别的好像就没了。按摩，也都差不多，搓澡。蒸桑拿、没了。我们家待客知道，就都是你来朋友了，麻雀蒸桑拿就晚上所有人就拔、哇，那里边可以做很多事儿。还能唱歌。各种各样的，能打牌。我小时候可爱去那儿了，我现在也爱去，吃自助，主要是吃自助，我必须得把那自助吃回来。去一个远的地方，比方去一个远方的民宿啊，一个朋友完了也像这儿似的做一顿饭啥的，消磨一下时间。嗯，我爱玩这种。大家一起开车去到一个远点的地方，自己做饭、做烧烤什么的，完了喝点儿。其实你跟这顿饭在家吃没有任何区别。对，但是你就过去了，有这么个仪式。但就是会比你在家有意思。对，这个我也行。尤其是大家各自准备食材，反正就是你想，就比如咱们仨跟着就干坐一下午，那多没意思、就没意思。但你像要一块做饭呢，对啊。尤其你在准备，每个人还都有点小心意啥的。然后在一块儿吃，就像我原来其实前两年露营刚火的时候，我就不太能接受露营，我一帮人出去了，乱七八糟出去的。但我现在，你只要不让我自己支那个帐篷，人家现在有那帐篷都现成的，你开车去就行。对，因为我现在看很多营地，他自己带天幕的，然后你自己带吃的过去，我就觉得挺好，还有山有水的，还凉快呢。有的还包那种，你可以就是烧烤，对呀、他给你提供了。你现在可以吗？这种？可以，得分跟谁去，对吧？你就是之前我觉得，哎呀妈，太老远了，各种过去，完吃顿烧烤回来了。但我现在就觉得这样挺好。要么那时间，你搁家坐着还难受。对呀、这样寻思。那我为啥咱搬家，我就觉得那院儿，我老说能整烧烤，我感觉有个事儿忙活就，这几天过就快。